这个伤控之一是哦，狭路啊，把我那天一剑之手砍。来来来，打 一波一波，五五波。那就只能还是法王扛旗切坦五邪，不是五邪切坦扛旗，法王喊击火。好，五邪我跟你去吧。可以啊。带谁杀旗？杀旗的话，我看一下，惩戒旗鸟滴毁灭术，然后这个是杀旗组。惩戒旗鸟滴毁术，鸟滴惩戒旗先跑，毁术然后拖战再跑，然后其他两个职业就是暗牧和 DK 拖人，拖人如果拖完了以后他们都死光了，你们就追旗，如果他们没死光你们就继续拖帮拆，有听到吧？哎，然后那个靠，哎，暗牧先跟旗旗扛出来以后，那个谁，华佗跟旗，华佗跟旗。到然后提前到中看一下中场什么状况，然后再是否回家，我待会儿再看一下。他们是 DK 惩戒，暗牧鸟滴火法，暗牧那个沉默给对面鸟，给对面鸟吧，主要断他一下吹风。然后那个我看一下，鸟滴那个太阳光我就不管了，这个因为不太好拍，因为他们那个多位移的不太好，不太好抓那个，你就看听话吧，抓抓，这我就不分了。好、哦。野性位移。暗牧优先打，暗牧太恐怖了。我先上线，我这个刚断线，我赶紧再上。我操！我操！你要不等我一下，我等你，我等你。我们想被抓。拿红包！来来来，冲！快打断！然后快打断！然后冲哦冲哦，要冲往前冲！我们这组合必须要往前冲。快打断！快打断！中场打香一点。然后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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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哎压他们那个什么压他们按摩好不好？压他们按摩。暗牧正在打，我正在打暗牧。来，压他们暗牧。压他们暗牧，压他们暗牧，压他们暗牧。好了，我好了。我晕暗牧。来，我晕了，来，又暗牧一波好不好？一波暗牧要死。暗牧 ，OK， 暗牧交球是不是？转波法师，转波法师，转波法师好不好？转波法师，暗牧转。啊，球没了，继续打暗牧，继续打暗牧，继续打暗牧，继续压暗牧，继续压暗牧。继续压木，继续压木。OK。继续压木，继续压暗木，暗木一定要压，控下鼓好不好？稍微控下，控下多好。来，继续打暗木好不好？来，去压木，去压木，去压木，暗木要暗木，暗木必须要死，爆发，爆发一波，爆发一波。然后满口满口，继续打暗木，暗木必须要先死。OK， 很好很好，哎，这波可以，这波拉死，这波。来来来来来，狙，哎，暗牧可以死，暗牧可以死，暗牧位置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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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牧位置很好，爆发。那个谁，艾诚过来。死 ，OK， 漂亮，来法师，法师一波法师，压法。那他们法师一波好不好？哎，可以打旗，可以打旗。好，你们要打旗是不是？好，我好呀，好，好，直接打旗，直接打旗，直接打旗，直接打。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 ，OK OK OK。好，打法师，打法师。来来来，那个 S 开头补身，来 S 开头补身 ，S 开头补身可以死 ，S。S 开头补帧 ，OK， 很好。来来来来，法师法师法师转法师一波好不好？法师法师法师，后排打法师，后排打法师。来后排打法师。干，去一下 DK 那个东西好不好？来来来来，法师法师点把点掉，法师把点掉，法师把点掉。来斩。哎，来来暗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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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来。这个鸟滴拖战准备打劫，按摩按摩按摩一波好不好？按摩一波，按摩一波。猎
OK OK， 来惩戒惩戒惩戒，来准备杀气好不好？惩戒没问题。我先多站啊，我先多站，准备打气。打气打气。来去可以去可以去杀气，可以去杀气了。我回家吗？我回家吗？谁护我？其他那个三五护体回家，三五护体回家，其他所有 DPS 来打气快。在起坐。治疗术。三五护体回家，艾昌回。然后其他人来打。要动作要快，动作要快。在七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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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七座。他们猎人在哪里？家里三步。可以从二楼过来啊。哎，不行啊！有你们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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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我，不要理我，你们走。冰冻陷阱。OK OK， 我知道。OK OK， 我牵制我。木射击。你们走，你们走。叠四层，叠四层。可以，你们一波， okay, okay. 你们一波可以把他杀掉。开那个挡门。我逼他大技能，我逼他大技能，你们快！来，快快快，你们一波可以把他送走。他们小的没招。晕补晕补晕补，打了打打打，踢下踢下，你准备要踢，准备要踢，准备要踢，再喊点点，然后再点点，打打打打打，继续打继续打。晕了晕了晕了！来五了，五伤晕，五伤晕，五伤晕，五滴晕，五滴晕，五滴晕，再打再打，小心小心小心油。哎，等一下，把他们家里都清掉，把他们家里都清掉，把他们补的补的来来，哎，那个 L 开头 L 开头的 L 开头的那五针好吗 ？L 开头的五针。那个其他那个三补分那个骑手。来 L 开头的五针啊！猎人一波，猎人一波，猎人一波，杀了，把他杀了。OK。DK 扛起，准备从那中间走。好 ，OK OK OK。好，我去拿，我去拿。来，其他人从墓地，其他人从墓地啊，都等一下，地上，蹲下，不要着急下，在墓地上，在墓地上。DH 要拖我 ，DH 可能要拖我。哪边我看？没关系，没关系，不用紧张。我在中场。我是 DH 打墓地的，把墓地的打掉，快点，快点，快点，回头打墓地的人打掉，快点。拦到一个，可以。我中出。感谢我中，对，中安全，3、2、1丢。好，我护。然后转那个话托机，哎，转坡 DH 了。其他人那个来注意一下，他们斜坡那边。斜坡那边来打击 DPS 我在我没事我在我来先打得可以打得你们那边喊火你们他们是夏日你们那边喊好火来小瑞瑞那个过来跟我打题抢劫题跟我打题抓抓来我没定针那个爪爪和那个等级先过来，来大哥，来 DH 可以死 ，DH 可以死 ，DH 可以死。来，传送我们狂暴房里面跑，我晕他。大哥，我们狂暴房里面跑。爆发暗幕可以死，暗幕可以死，暗幕可以死，来交。OK， 抓到，来法师一波，法师一波，法师一波。我回去补雷锋，可以。不用一。不要，我还要抽敌，S 开头的五针 ，S 开头五针 ，S 开头五针 ，S 开头的五针 ，S 开头的五针。我来，哎，来，那个把那陈奇，把那陈奇杀。那个谁？哦，对对，我距离太远，我距离太远。哎，末日锤，来 DK 末日，来猎人，抓过来，把他干一波，把他干掉。法师一炮吧，法师位置好，法师位置。我在赶我在打斜坡，他两次斜坡，阿斌回头斜坡。哎 ，DK 断线，他们。哎，他们的 D， 他们的 DK 断线，他们的 DK 断线。来，法师。有，我看到。等我一下，看到，我们先不急，我们先把小的点掉。哎，转暗木，先打暗木。去。来，先打暗木，我把暗木晕了。艾昌，我来帮你，不要追击，追击的话再死。艾昌，去前场刷级，我来帮你。先打暗木。追到前面。OK， 很好。来，那转一波那个圣骑好不好？后面那个惩戒骑把他杀掉。打！我晕了。斩！无敌了，法师一波，法师点掉。死 ，OK， 很好。哎，小德。惩戒。哎，他们来补敌杀掉以后打旗组，迅速打。哎，他们猎人回家了。哎，我跟你讲，他们猎人回家了，他们猎人来我们家了。他们猎。这里的所有人都去，过来打击，这里的所有人。机子别掉。OK， 都去，所有人都去，艾昌也去。哎，不行，他们猎人杀我们旗，他们猎人杀我们旗要赶快，他们猎人杀我们的旗子了。我知道。
在七座。冰冻陷阱。在七座是吧？好的，好的，好的。我这波有一次复活优势，快点，快点，快点！你们直接爆发一波就好了。来，直接摸，直接摸，直接摸！他们在七座嘛？哈。31秒以后有烟雾弹，先把打出来，快点，快点，快点！他直接传到三秒，我被吹了，我被吹。没关系。野性位移。来，他们都，哎，他们已经进中场了。没事没事，不用急，来，你们先上去，我DK 在拖，我 DK 拖他们，好不好？你们走，你们走。我直接防他，是吧？直接我防那个。你们直接一波，好不好？来，你们三楼等啊，你们在三楼等，来三楼等，打齐。你们直接杀好不好？你们可以直接杀起，我在拖人。你们过来杀起，我 DK 在拖人，你们走。快点！你们直接杀，你们杀。来，直接杀，直接杀起，死。来 S 开头的武僧 ，S 开头的武。来 S 开头的武僧，来，转播法师，来转播法师，来小德，来把他们小德夏日流露水把它点掉，好不好？夏日什么？对，我 DK 拿，我帮你拿起，哪里抽？斜坡，走，我恐惧爱慕，我靠！快点，斜坡。再走，直接杀，分金错骨，正义之锤，最后两个拿起也是斜坡出，快点，我这边拖到两个补，哎，大团赶紧来，墓地来啊，来了，两个补双，一个底 H， 快，直接斩掉，三二一丢，先看这场结束，管他一下，来把后面人都清掉，打那个夏日无良，快点。不用怕，我先护起，我 DK 先帮我护，你们前面喊后，我先护起，你们先喊好后。自由之手，冷酷野兽，直接去中场救人喽。对，还有补都先往前走，补都先往前走。他们补正常期，哎，转一波，哎，护起先打暗木，一定要先打暗木，一定要打暗木。几手未打。冰冻陷阱。来打暗木，就打暗木，暗木在爆发。来，我晕暗木喽。来，开始爆发，暗木死，拉死。暗木可以死，暗木可以死，暗木哦，脱球了是不是？那个，小的。哎，法师，等那个球结束。哎，转播法师好不好？哎，球没了吗？球没了，继续打暗木，继续打暗木，把暗木杀掉，把暗木杀掉好不好？ IDK 门控，就打暗木，打暗木，暗木可以爆发，十，好嘞，漂亮，来法师点掉，来，他们会不会？看到，来 DK 要一波好吧 ？DK 一波 ，DK 一波 ，DK， 哎，转 L 开头五帧 ，L 开头五帧。靠呗，妈跑掉了。DK。OK， 没事。哎控，妈被控，哎 DH。OK， 好 DH 可以死 ，DH 可以让他死。来，惩戒起一波好不好？来惩戒起。哎，法师可以点掉。来，转那个火烧牛屁屁，来火烧牛屁屁。天内之，夏日流露水，让他死。夏日流露水，把他激活。快点！来，夏日流露水，让他死。来，转一波暗木再爆发，暗木再。好，该，我盯暗木，你们先上。把人都清掉，然后那个还是可以那个，
邦尼和那个华佗回家，然后其他人追打急，把他们人都先让，先把他们人都先打掉，急急急，先不要着急，华佗没事没事，他们那边还有人。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按摩按摩拔杀。叠六就走吧，走走吧，叠六就走吧，叠六就走吧，六三二，好，莫加龙，走。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走，你走。然后那个谁，谁，三叔准备出战跟抓抓。没，我在想办法走，他们在打我。你们那边几个？你们可以，他们可以杀起，可以杀起，可以杀起，可以杀起。你们这一波可以杀起，要杀，赶快！复活的那个墓地，复活所有的治疗，那个所有的 DPS 直接去打起。走，我看一下，走二楼，走斜坡吧，对面。中间打过来，上次拖一下。我在拖，我 DK 在拖，他们这边两补被拖住，他们两补在，我在拖两补，快点，快点。威慑性位移。雷龙的，你要写到家，你要写到家。OK。现在我看一下，下八层。宝贝。仙鹤知道结束。在起坐。恶魔变形。我觉得他在船上去哦。我觉得他在船上去哦，你要小心。对，走三层，我从墓地，我从他们起走，你们走那个他们的三层。雷锋多尔跟我来一层，雷锋多尔跟我来一层 ，DK 的走三层 ，DK 走三层。好 ，OK OK。来，雷锋多尔爆发。等他传的。OK， 三层直接打上面的，直接打。好 ，OK OK OK， 看到。旋风。旋风。哎，我操你妈！他跳下去哦，他跳下去哦。没事，不用紧张，还下路流露水把他点掉。可以，我可以杀到。没事。我们其实杀慢了呀，没事。有人拿起哦。来，从那个 DK 拿旗，从墓地，这次直接中场就直接把旗打掉吧，这打掉啊，可以，这波可以从中场直接把旗打掉，先把这个杀了，来墓地先把这个打掉，这干什么 ？DPS 走啊，走，你们走，来我再守一波这个桑，你们去打，走，赶紧走，我被拖，没关系，不用紧张，对一下那个谁。干我他妈死了，谁扛旗啊？没关系，不要紧张，你不会死。被满羊哦，中间鸟低的。我被满羊哦。被二羊。来，我丢三二一，丢。冰冻进驻，正义之锤，快打断。然后巨蟒先生，来按木。来，贴那个普森 S 开头。哎，巨蟒先生，一波拉死，他还爆发他。哎，他们是鸟低抗击，鸟低抗击是不是？直接杀！我靠！没事，我抓武阵，他们没技能，一波，直接杀武阵，武阵必须要杀 ，OK， 来 L 开头武阵。好 ，OK， 回家。哎，武真死，来 DH， 来大头转头，快点，大头转头。我莫名其妙的在打。打火烧牛 BB。他们倒两波。来，大头回头去就帮武协他们。我已经封路了，没事。靠，有点。叫得到。可以。叫到。哦。